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敬师长问讯，恭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信佛学法谨僧，三宝万事明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知恩报恩为先，利人便是利己，尽心尽力第一，不争你我多少，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盲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为了广种福田，哪怕任怨任劳，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时时心有法喜，念念不离禅悦，处处观音菩萨。生生阿弥陀佛，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元旦之初啊，在这里还是要祝福大家元旦佳节，心想事成，吉祥如意啊！所以真的要用佛法来引导我们的心，然后你所要达成的愿望，所想成的愿望，才能够达至啊！所以说，佛法告诉我们要常常发愿。那发愿是什么？让时间越来越好，让每个人活得都非常的快乐。所以呢，每一天呢，佛法都说好日子。那大家会想，好日子，但是现在不是疫情很严重吗？怎么叫好日子呢？好日子是要你先去感受这一些每一个变化，都是呢不会重复来的。所以过往过的这种好的日子啊。就国泰民安呐，啊，或风调雨顺呐，这个了，我们要去珍惜它，但更要有一种居安思危，说呢，我们要有什么贪婪的心啊，做出什么一个不好对别人不好的行为，乃至去破坏世间的这些的举动啊，真的会去浪费很多很多的资源，所以说呢，这个佛法就告诉我们，外在环境在变。但你的心要知道，这些变化缘由何来，而要去改变自己错误的观念跟行为，而经有这样的导正之后呢，你的那个心才会安呐、啊。觉得说每一个呢，好的那个这样一个环境或一个人伦之乐啊等等这一切啊，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它不会一直一样的，所以你要去珍惜它。甚至要感恩他，所以这样就是日日好日啊。那碰到不好的日子，就像这个疫情这一期的这一波的哦，又有很多的什么病呢？像病变的这个什么那个毒株啊，又在很强的感染力啊。啊，我们知道了，知道了之后，我们的心要怎么安定啊？就告诉我们，勤用肥皂洗手，要戴口罩。然后呢，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去出入公共场所等等这一切啊，甚至量这个体温等等去保护大家。所以这时候呢，有那么多的变化，甚至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心你还是要安定。那为什么叫好日子呢？因为有很多的原因，造成了我们错误的行为、共业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灾难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要感受着佛法教导我们什么？远离贪嗔痴，然后要怎么去行十善业，去帮助别人，去教化别人。那更重要，做这些善的行为，我们的心要怎么观想？说不是我在帮助你，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呢，我们无所求的心去做这些善，才叫做什么？无漏的善，善才不会从你的什么？骄傲啊、嗔恼啊、贪心当中，又漏失了这些所做的这些好处的功德财，所以说，
佛法告诉我们，日日都是好日，因为在于你的心能够适当的、恰切的知道这些的状况。那不管好与坏呢，我们都要以宽阔的心胸来面对它、接受它。所以呢，每样的考验呢，不好的考验就是要让我们茁壮，那好的这个受用呢，让我们要珍惜，然后继续要去培福种福。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了，佛陀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啊要示现那个成佛，有凡夫呢也有家庭啊，然后遇到人间的这些苦啊，有生老病死啊，他就不会想说与他没有相关系，他马上联想到生命的本质都要经历过这些变化。什么变化？你生得出来，成长的当中伴随着身体的衰败而有着病痛，还有心理种种的忧苦，还有呢终将都要死亡这条路。所以他观看到世间这些现象的变化，马上就联想到自己的生命也要如此的状况。那如果遇到我们碰到这种时候呢，你该如何呢？佛陀就会想说，我怎么去修行啊，能够得到一个安定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世间呢每个人都透过安定的心，不会去伤害别人的这样的行为，那如何去做到呢？所以他才要去修行啊。修行也找好多条道路哦。所以呢，就叫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都你自己要先去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苦啊，苦是怎么造成的啊，那怎么去处理这些苦啊，才能够放下苦啊，而且就不会再去制造苦的，就不断的在复制在里面的轮回啊。所以这今天我们要学佛很好的地方，也最有保障生命跟生活的品质，有品质。什么品质？活得有尊严。尊严是什么？不会老是去伤害别人的这些状况，然后夜半你心都不安定，晚上就做噩梦，或者觉得心很担忧，不得安。这生活没有尊严，没有品质。说我师公上圣下严老和尚，刚才我们念的四众佛子共勉语，就说了什么话呀？慈悲没有敌人呐、啊，你心如何安呐、啊？都要你主动去关怀别人，去照顾别人。然后呢，照顾别人之后呢，你呢，先不要想说啊，别人什么时候对我好才会肯定我。我师公下一句话就说啊，智慧不起烦恼。所以你不要担心你做的怎么样，我们一般人不都在说吗？你在做人，天在看哪。而佛法更告诉我们，肯定你自己，这个就是智慧，无所求，才会少烦少恼，达到我们生活的品质，而让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安定有尊严呐、啊。所以智慧告诉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什么叫该做？不是我欠他，他欠我的，不是，是感受这一起生命能够相遇在一块，以佛法的生命的大河流来看呐、啊，都是很大的因缘才会聚在一块。那哪怕是聚在一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着，所以变化着的当中呢，你不会错失说有一个念头呢，想要去利益别人的心，都不敢忘记，然后利益别人的心做了也不会呢记在心上，我什么时候得到什么回报啊？那你好辛苦哦。所以说佛法说日日都是好日，那只不过举出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一年牛年，哎，你说你最牛了，就表示你很有怎么样气力很饱满，然后呢做事情的那个热情啊还有冲劲啊都很足够啊，说啊你很牛哦，现在一般就叫你很红的意思啦啊、哦、应该是这样子吧。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在唤醒
说每天我们都要活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安安稳稳，而且充满了感恩。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生命、很有价值？那活起来怎么样？感受那个活力呀，也很充足。然后呢，觉得每一样事情都觉得让你感觉很新鲜，然后呢，让你投入的一种热忱去学习，然后学的就是想说能够帮助别人，也不是为自己要得到什么，哎，这就是慈悲跟智慧在用了。所以今天回归到我们六祖大师谈的，说万法本自人心，一切经书因人说有。六祖大师他就是体证到，然后观看世间种种的现象啊，来说啊，这种种现象就是讲万法，他得到一个小结论。故知啊，只有前面来讲说我们有大愚大智、小愚小智，不是每个人有真实的差别，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本有的清净心啊，这个清净的自信啊，没有加以肯定。为什么不敢肯定？因为你没有去证悟它。为什么不能证悟？你不知道来修行。那你为什么不知道修行？因为你没有众福培福，所以你没有遇到善知识。其实善知识都充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你的心也没打开，所以不认为它是善知识，还跟他比较，哼，他比我差嘛，有什么比我好呢？论长相吗？论钱财吗？论权势吗？都不如我呀，怎么会是我的善知识呢？所以说呀，如果我们没有培福呀，你说要来修行，说要碰到正确的佛法，然后正确的佛法又一个大法，你修正可以证悟生命的真正的庄严呐、你还不一定碰得到呢。那碰得到了以后，你有没有认真的学习修行啊？发大心去觉察自己的问题，而来给予导正呐、那即使有你发心，有没有恒常的心啊？还是像朝露的露水一下就没有啦？所以你看呐、这中间要多少的条件呐、所以你看看我们六祖大师，就看到这些现象叫做万法。说万法本自人心，说这些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然后去认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以后呢，那可能有一些好的行为产生，那有一些是什么破坏伤害别人跟世间的这样的一个业力啊，也会产生出来。所以呢，你看这些情形有好坏这么多，对不对？我们说零零总总，我们简称为万法。好，看到这些现象，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我们说他老爸呢，在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啊，净饭王啊，就有一个那个婆罗门啊，祭师啊，就能够他们叫先知啊，说这个孩子不得了啊，他出生的时候的瑞相啊，而来占卦说他以后要不是做转轮圣王了，不然就是要成佛呀。那成佛的话就要去修道等等，可能离继承王位就无法来承担这份的家业。净饭王一听到非常的担忧啊，想尽办法啊，盖更好的这样一个宫殿啊，更舒适的这个环境，提供更多的美女，那想尽办法要为我们的释迦佛前身悉达多太子啊娶娇妻啊等等，这一切、无微不至照顾他在五欲之乐呢，而让他放弃去修道。哎，不晓得我们释迦牟尼佛是最后一生来的，所以要来这个世间降神啊，来到我们摩耶夫人的肚子啊，要来呈现出生降生，然后来修道成道，然后来度化众生，这一切啊都是怎么样释迦牟尼佛的愿力所展现的一个什么样一个凡夫的这样一个世间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呢，就回到我们释迦牟尼佛哟，看到别人的老病死苦，心中呢恐慌，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更不要谈说怎么处理它。所以看到这样的苦，菩萨呢就以这份的什么古道热肠，不忍众生苦，
感受是自己受苦一般的，就要去想去修道，然后呢能够找出一个实际有效的方法来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到生命的安乐。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什么？佛去修道，知道说世间一切的问法为什么会这样的转变出来呀？最终是回归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相应到贪嗔痴这些烦恼啊，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而这样伤害别人的行为，不仅是说这个行为做了就算了，没有哦，它会呈现什么一种恶性的一种循环，然后让你的生命更多的苦痛，让世间更多的破坏，我们的资源就越来越少，生活上就很多不便利，乃至有什么天灾，不要说天灾，人祸也不断。所以啊，这就苦痛的来源在我们的心哦，有贪嗔痴慢疑邪见。所以佛陀证悟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更重要的说出了一句话，说这些的现象啊是可以改变的，它不是说永远都是这么苦的，不可以提升的哦，是可以进化的。所以他才会教我们如何能够处理苦，而更重要的不再去制造苦的原因，然后能够如此的排除这些负面的这些的状态之下啊，要能够积极产生生命正面的能量，我们叫做喜乐、安定、美满，然后世间充满了光明。所以呢，佛陀就是看到这些呢现象万法，才要怎么样？知道说从我们的人的心，所以才会我们的心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不管是什么凡夫心也好，或叫佛心也好。通通是什么样一个假名，而实际上凡夫的心就是佛的心，佛的心跟凡夫的心也没有真实的差别的对立存在。为什么呢？一时的迷了，迷了说有一个真实的我受到伤害，有真实的一个痛苦排不掉，所以迷在这里的时候，透过佛陀的修正，说这一切都是因缘法转变出来，不是一个常数，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法，它是可以转变的。所以呢，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能够达到究竟圆满，你那一念明白就是佛。如何保持念念都明白，说一切缘起法当体什么空寂清净圆满，念念都是这样相应，展现的行为处处都是能够利益到别人，帮助世间的。你念念如此持续，就是念念佛了。所以往果地的佛，把利益众生的事情做到圆满，把利益世间人的这个圆满之后，要有一个世间的国土，让你所护念摄受的这些的人呐、啊，能够继续再去做一种生命的一种修正，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国土，所以这样能够具足的就叫做佛啊。所以说佛陀就是去实践这些问法产生变化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错误的认知。那进一步呢，这个问法要形成对世间有帮助的，对人类有什么一种呢很大的利益的，这也要从我们的认知去做出正确善的良好的这个行为来帮助世间，所以就通称为万法。所以佛陀就知道哦，万法是如此造成的。所以呢，佛陀讲的一个真理有四种真理哦，一个叫苦的真理，叫苦地，那一个叫极地，一个叫灭地，一个叫道地。说这些真理呢，就是来说明万法形成的原因，然后呢形成的原因呢，你要让这样一个不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呢是受到伤害威胁逼迫的，这个我们如何把它能够怎么样去改正自己，
然后能够灭除这样的苦果，然后灭除什么？我们的心能够安定，不再担忧。更重要的，奉行这个道地。道地是什么？就是一个呢正确的生活生命的一个什么一个轨路，一个轨道，一个道路，就是怎么样我们常说的八正道。八正道首先就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叫正知见。正知见就是什么？说一切缘起法呀，都要展现各个呢都是平等的。所以你不要说呢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的老妈，这样彼此的关系，或是说一个沙文主义的大男人说那个父亲的这样一个威权啊而来对的儿女啊，这样有个不平等。所以呢佛法讲的因缘法的平等是什么？各个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呢你无法去掌控别人要来呢受你的怎么样一种控制，无法达成。好，所以说说缘起法之下的呢，你那个生命个体世间所有的现象或叫法都是平等的，而平等当中呢彼此都什么互相会有影响。什么样影响？我今天跟儿女产生的这些不好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呢，我影响我的状况就是说，哎，我把这个威权转变成一种平等的，像朋友一般的来这样一个互动的状态之下呢，这样一个影响会带导向什么？更平和、更稳定、更和谐安乐。所以佛法讲的，这一个万法一切导致的原因，就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去把握还有创造这些更好的条件呢，让我们改善说这些烦恼或痛苦障碍，说积极呢能够改善排除，这就是灭谛里头所谈到的。那你谈到的是这个确实可以达到这个成果，你要操作的方法就刚才讲的八正道。说八正道里头说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观念，说你我是平等的，你不要认为我是高在上的，一国的领袖是总统或者是什么君王帝王等等的，握有生杀之权的，所以呢你就觉得可以怎么样，可以凌驾于他们，能够掌握他们的生命。而佛法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假象，如果你不是用真正的一种儒家讲的博爱这样的一个精神去呢管理你位居于高的这样一个帝王，你所负承负的这个因果是非常的大。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这个让我们能够呢实时去实践呢佛法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一个缘起法的平等，而让我们实践在一种尊贵呢，而表现在我们的什么尊重、爱敬每一个不管有生命个体的，乃至于山河大地的一切，我们都给予最大的敬重。这时候你的心非常平稳，而你回归到的是什么？一个好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好的回应呢，才让我们世间的那些不好的状况才有机会怎么改变。为什么？你正确的观念会导致你的行为是一种呢不伤害别人的，也不会制造自己痛苦的状况，叫做解脱。这种解脱的行为啊，去做去做，由小影响到你的家人，然后到你的社区慢慢扩展出去。所以他们现在叫做正念啊，叫减压啦。那个正念你就从你的身边的人慢慢他感受到了。所以你看佛就是这么智慧，然后那种悲心愿力啊，所达到给众生的慈心的喜乐啊，是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是究竟圆满的。所以他就体验到这里的时候，才会让我们去认知啊，苦的这个事实你不用逃避。就像我最近去帮菩萨助念，儿女碰到母亲突然呢在这一个短暂的时间，对他们来讲都没有心理准备，然后
就撒手到而去，那孩子呢是呢锥心之痛啊。然后所幸他母亲也接触佛法，而能够遇到呢佛法的一个正确的人生来面对爱别离苦，你如何去做转换这样一个心情，而让情绪能够平稳。所以这个就在说明啊，八正道是实际可操作的方法，让我们正确的观念才能够面对种种的苦啊。刚才讲其中之一的爱别离苦，还有我们最基本每个人都要面对什么生老病死苦啊，还有很多从小学读书包括以前的联考等等，以前我们更严重要什么，哎呀要考中哪个学校啊，那怎么等等的，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再来啊，这叫什么求不得苦啊，好多苦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面对这些苦，然后如何把苦转为一种动力，佛法就叫做愿心或叫愿力，而能够做的怎么样轻轻松松欢欢喜喜。所以佛法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佛陀出现这样一个成道成为佛陀的正觉究竟觉悟者，他为什么要来转法轮，要来宣说法义，然后呢引导我们呢，为什么就是让我们明白啊，造成苦的原因来自我们的心啊。为什么无明的心就是愚痴，无明就是你原本有的智慧是明亮的照彻一切的，我们却不怎么样把它盖起来，不打紧不用哦，还把它盖起来，然后让自己处在黑暗的当中，觉得说嗯这样子呢有一个我才受到保障，你是我的儿女，我是帝王，全部要听我的，听我的掌控。所以这种情形啊，楞严经叫做什么双重的颠倒啊。第一重颠倒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就是怎么样，生命是最圆满究竟的，是充满的无量无尽无边的什么智慧，还有什么可以帮助自己跟更多人的慈悲，我们都不敢去说我有。好，这一层没有把它盖起来以后，对不对，不用它，对不对，然后进一步延伸，有一个真实的我不容许被践踏或被伤害，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让自己痛苦，怪谁呀，怪不得别人，唯有从自己的生命上去关照观察跟照料，是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形吗？倘若真的有，佛法也告诉你有三世因果呀，你没有结好缘，你没有去培福种福，真实的去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呢，得不到呢这样一个助的缘，好的缘，所以这样的助缘你得不到，处处就觉得好像跟人家在怎么碰壁呀、啊，做起事情来也觉得好像不踏实，不是那么的顺心，都没有关系。从此刻你明白佛法告诉我们的，说我们的八正道一个正知见，说有因缘果报，知道这些果报由我们的身口意去造作，然后知道造作原因，认为说有一个我真实的我，然后衍生我所，我的名声你怎么可以破坏呀、啊？哎，这是我做的一切的资料，你怎么可以剽窃呀、啊？哎，这是我的家人、我的信徒、我的佛教，通通在这边起矛盾冲突啊！而不是说，嗯，来共享资源，你的，我跟你学习啊，随喜赞叹你，而不会说酸葡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会的我也会，甚至我听到我注重跟我讲。反映说我们有一个菩萨来挂单的，去跟我们大寮的菩萨讲，你煮这些都没有营养，这为什么啊？你没有那个福报，吃再好的也没有营养吸收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你要是能够真正的用功办道是什么意思？
心很平和，而不会去怨怪任何人。那时候连黄金很难消化，你这个修道人心很平稳的黄金也能够化掉了。倘若你是计较执着分别的心啊，而去责怪别人了，埋怨别人，其实就是埋怨自己，自己福报不够嘛，你才会遇上这些事嘛。所以呢，你要是真的修道人啊，怎么滴水啊都能够怎么样增养你、增长你啊，那个都是营养养分的，在于你的心呐、啊。所以说呀，佛法就告诉我们，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去实践它呀。实践在哪里？口不乱说话，口不多话。所以口不是四种过失吗？恶口啊，你跟人家讲这些话就是恶口哎、欸。不好的话已经伤到别人的心啊，其实就伤害你自己啊。为什么？你认为说没有营养，但是我们觉得都很好，听懂吗？所以很多人不晓得说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啊，这个心病会影响你的身体，更没有福报，会招致更多的病。不要说那个病了、啊，从你的容貌就看得出来，没有开朗，没有一种呢一种欢喜的，然后就觉得生命好像不是那么好，就是有不好，认清了苦的真实，我们要从这个找出原因来，实际把这个方法用上，这些的问题都可以达到什么灭除，才叫灭地呀、啊！啊，你听了以后为什么不去用呢？还覆盖住说我没有，我就很苦啊，然后就一直在怪别人呢、啊，讨厌他人呢、啊，这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你马上心里就不舒服了，制造自己不舒服，然后又要去影响别人，跟着一起不舒服。但是有智慧的人不受你影响。今天我之所以回应这些，是来明白我们找出苦地，造成苦地的原因及地，在于我们的心不知道怎么样知足，不知道感恩，所以才会产生出来啊。那你如何能够知足感恩呢？八正道头一个就讲正知见啊，说一切的因缘都能够具足来的，多么不可思议啊。所以常住常会师父教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啊，还要计较什么吗？那就是不知足了，不感恩了。所以说正知见告诉我们一切因缘法要能够和合具足，说满你心称你意啊，哪那么简单啊，你要去做。做什么？不就培福众福吗？什么叫培福众福？欢欢喜喜为常住是三宝好修行的地方，环境的打扫，种种的一切跟信众的互动呢，话呢言简意赅，不啰哩吧嗦，又能够说到重点，又保持笑脸，然后手脚又轻快，不像一副老太人家那样子。这个都是要我们的心轻了、定了，身体就轻盈了。然后常讲法师，你为什么看起来能量满满，然后觉得都很 energy， 很有能量？我说哪有，我不没有抹密是佛陀啦，我念的是阿弥陀佛啦，所以心里头就是这种欢喜快乐，就是什么知足感恩。其实没有什么诀窍，你一念哈、哦、想通了就好了，没事的。也不要说哦，我都是这样，不用担心，就怕你哈、哦、不常常去观察照料我现在是怎么状况，有没有掉在这个一个什么一个真实的一个我受伤害、啊，知道这我是无我。哎，我们最近这五天，今天第四天的禅舞啊，我们两个老师啊，一直要去问，起这个烦恼的这个人无我吗？说口说出这些伤害别人的恶口的这个人是无我吗？你没有去观察，你就随着境转。对呀、啊，那些我都不喜欢的、不营养的，我会怎么样？你就随着跑，而没想哎，把他拉回来。哎，起烦恼说这个恶口的话是无我，那无我是什么？我刚才很真切话也说出去，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
一个那种制止叫刹车的一种返回关照的能力。哎，说恶口当下的这个人无我耶，啊，无我是什么呀？所以在你的烦恼起心动念之间，那是你最真实感受到有一个我受到压抑了，感受到不平了，要报复这个被伤害的。所以说你就有错误的行为在哪里，嘴巴就会有这种四种过失哦，严重的身体杀人啊，偷盗啊，破坏别人的家庭啊，你心里充满了什么嗔恼啊，就贪嗔痴啊。所以我要讲这么多用意在哪里，就万法有这么多的现象，这么多的情形，这么多的身口意业展现出来的自己跟别人的关系，还有影响这个世间，首先就影响你的家庭，不是吗？影响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啊，得不到安宁啊，都是在这些是非的我跟你之间的分别计较啊。那你看你不影响别人吗？是的，这些因果业力你要承担的，你又不知道这样一个重要，然后就想这有什么不对呢，就是这样啊。所以有这些的状况，所以佛法佛陀才要成道以后啊，转法轮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为什么？就是这边一切经书为什么讲这么多呀，就让我们认清问题所在，处理问题，放下问题，然后进一步去开发生命种种美好利益世间的这些的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去创造出来。所以一切经书因人而来说，有怎么去改变它。然后这个有 佛法又告诉我们，刚才八正道的正知见说，这个有是什么？因缘和合有，叫做假有，是如幻的。所以你自己不要被这个相来骗自己，自己起颠倒心。其他的万法万象他们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他们是因缘具足的，就会产生这个法。就像我跟你的关系不好，就是我一直不改善，对不对？我一直把你呢记恶在心里头，然后你有同样的那个表情，同样那个动作，哎，就引发了具足了。我要什么？说出 我不满意对你的话，哎，那因缘具足，那时候我嘴巴这个口业的恶口就出来了，就形成了这个法呀。其实就伤害到我自己，怎么很不高兴啊，很难过呀。然后心里一直在这里面转不出来，说别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你伤害自己最深，你又不明白，然后一直里面转，说对呀，怎么老是这样。所以哦，要明白道理以后啊，要如何去帮助自己才叫对自己慈悲。不是别人的敌人，是慈悲的人不会假造出假想的敌人，就是那个众生相啊。从人相当中又衍生更多对他很差劲很不好的印象呢，如数家珍的过了多久通通要拉回来，然后众多的相，然后让自己呢越想越讨厌，然后就让因缘具足，哎，看到我一见你就讨厌，哎，那怎么办呢？所以真的我们太辛苦了，你不觉得活得太辛苦？人的一辈子有多久多少时间啊？没多久啦，修行的力量都还没办法，然后又去制造那么多的困扰，然后又那么多的业的果报苦果啊等着我们。过往的生命造作的都已经不知道几拖拉骨啊，已经一堆啊，都不知道，然后现在还要继续再去造苦啊，你不觉得好冤枉哦？你做那么多的福报通通不见了，叫你有漏通通流掉不见了。我不没有在骗大家，没有危言耸听啊，你去观看观察世间的一切，是不是如佛陀所讲的苦谛、极谛、灭谛、道谛，这样的一个谛叫做真理啊。这个真理是告诉你有这些现象，但这个现象
是不是真实不可改变的？如果不可改变，佛陀告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找苦的原因叫极地，说可以怎么样，可以灭地，可以灭除的，然后告诉你说不是观念可以灭，真实有道地实际方法给你去运作，来帮助你每天活得快乐，活得呢心中坦荡。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们这几天，我们的两位老师说，今天呢，我没进去，我们菩萨跟我讲，好精彩哦！我精彩什么？在喝啊，在逼扎，在棒啊，那都是生命的一种愿力。感受众生还在苦的当中，而不知道回头，所以就用祖师大德教我们这个话头一个霹雳的手段，就是我们两位老师说，就与你为敌，与你什么为敌？烦恼魔为敌。了解你的烦恼，你才知道说，哦，真实的烦恼，我再次感受，不会自我优良感觉，我都没有问题。我一天可以做很久的时间，怎么来禅一禅二禅五，第一天的下午就破功了。哎呀，腿好痛啊，心好烦啊，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啊，也在家里呢比较说做得好，这里都不好，哎，很多烦恼都上来。哎，这时候老子就说，哎，这个烦恼有吗？说有。那马上观察烦恼的有，为什么叫做无呢？你要是认真听话，依教奉行，真的很好用啊。所以我们在几个同学的分享，哎，有一个就是说，老师在给他逼扎的时候，都觉得我已经很投入了，我已经100%的放进去我的 energy， 为什么老师还觉得不够呢？哎，自己想想，哇，逼得逼自己，逼到自己放声大哭，连他的同修一起来修行，也跟着这个痛哭呢。他也更怎么样，撕下他的假面具，说原来我也是在外面晃来晃去，不肯全部投入的那一个人，还在观看别人的好戏，其实就在看自己的戏，懂吗？你们听懂啊？看那个戏啊嘛，看戏就别人演的，跟你没关系，对不对？看戏是公的啦，啊，搬戏是笑的啦。为什么？本来就演一场不是很真实的，你知道他的戏不是真实，但是我们看得如痴如醉，啊，也跟着哭，也跟着笑，然后晚上做梦也梦到等等这些一切。所以说，看戏的是怎样？是笑还是讲的？不叫，总之的是诸如此类的，就是说我们认为有真实的这个现象法，你可以掌握住，要知控它。佛法告诉你，不是，它平等，没有谁可以控制得住哪一个。秦始皇是不是我们历代的皇帝的第一个皇帝，自称为王，就叫秦始，就开始的皇帝。我说我不要死啊，我的这样一个疆土啊，我的丰功伟业啊，要透过我的寿命，想把它维持下去啊，让民众能够得安呢，啊。结果他怎么样？才维持15年。而且不要说15年，他说我要找呢蓬莱仙岛，派500童男童女去取仙丹的长生不老不死药来给我。结果可能吗？没有啊。这最伟大的皇帝很厉害，把6国能够合并，然后能够统一文字跟度量衡，多么不简单呐，啊！你知道那个度量衡，你衡的这个单位啊，计算钱财的那个单位跟我的不一样，我就买个东西，你就要算半天，然后去买一贴药，那个药讲的那个量跟你的量不一样。如果用你的秦国的跟我赵国的。用你的秦国的，我写赵文的这个度量衡呢，结果药的量不一样，会吃死人的呢。说那个度量衡多重要，哎，这我怎么知道？看剧来的，也得到这些历史知识，很多很多的知识。所以这在说明这些的状况，我们明白它如何的因缘和合的变化，而我们佛法就很积极的，我们不要用身口意去造。贪嗔痴相应的这个12业，反而要使用
利用身口意宝贵的人生身业口业意业去做什么对自己对家人对世间有益的什么十善业道。当十善业道都每个人都确实都做到圆满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谁了，当来下生弥勒佛来到我们世间来转法轮成佛的时候了。所以这里就谈到我们六祖大师哦，说呢因人的万法一切的现象就因人而有，所以呢有这些现象就是我们所造作的行为。所以呢佛陀慈悲跟智慧来引导我们说，你这么做就导致苦的真理，你如果能够改变错误的观念行为这个极地，找到原因以后，真正的奉行道第八正道的一定可以灭除苦的。所以要讲这么多经书啊，所以这个针对小圣的有声闻的四圣地，然后佛陀厉害，他摄受的众生有什么有这个缘觉或叫辟支佛，就给他讲十二因缘。所以他这些经书就那这样的一个修行者能够解脱什么生死轮回，痛苦不再制造，障碍也排除了。除此之外，佛陀说你处理了你的生死的烦恼之外，还有众生还有很多生死痛苦没处理耶，跟你也有关系，跟大家都有关系，同穿一条裤子耶，你不能你自己解脱了阿不浪杠，阿不浪杠听懂吗？逃之夭夭，脚底抹油酸，那其他的众生怎么办呢？还有众生居住这个国土也没有成为净土耶，应该要你实际想通了改变自己的行为，开发出帮助世间的行为，从你自己做起，家庭和乐，自己呢怎么样言行一致，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嘴巴都是赞叹别人鼓励别人的话，哎，这样子经书就达到效果了，让我们的行为真的去做出来，这时候是什么世间越来越什么呀，天灾人祸越来越少，因为相信因果。说我现在不高兴骂人家说没关系，有大的关系啊，过往的生命结恶缘没有消除掉，今生又结更深更重的恶缘啊。你说死了以后才叫生死轮回，你当下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生死痛苦的轮回，自己就挣脱不了啦，来辈子怎么样更凄惨。你们都没有想这些哦，我在我高兴那口气我发出 我舒服啊，别人冤枉我，谁来冤枉你啊？别人送给你的礼物收不收在于自己。今天好，那什么事我想讲这句话，那个事情过我已经忘记想不起来了。真的佛陀常讲啊，仰天吐唾啊，那个唾到底你吐出去，你仰天吐唾，最后谁得到那个臭的口水？你自己啊，骂的人那个人啊，那对方不接受，那基督徒说好，你吐我这一个幼莲，来，我昨天再给你吐那口水。然后佛法来讲，哪来有一个人来吐你？哪一个人承担的吐？连这样子都没有，就是逆来，他也没有认为逆来而顺之，就是觉得本来没有我，无我无我。所以要不要说啊，右脸在跟你左脸，根本没有这些对立的概念，说有一个左有个右的二元对立，有一个我跟你啊，你骂我好，这个礼物要不要收？你就佛法的去让自己想通，哎，没结好的缘嘛，我也要安忍一下嘛，哦，也不要让自己跟他的关系更差嘛，也不要让自己的心更痛嘛，然后让这个事情到心里头呢，那个结啊，会越来越深呢，这样对我也不好啊。哎，这观念通了以后，礼物你就收不到了，即使他打你骂你了，到你这边怎么样，自动门关起来，礼物呢，元素还给你。啊，你也不用讲，你自己明白就好。哎，这佛陀在《法句经》讲的多好用啊！
很好，这就那个譬喻经，就是佛陀讲十二分经，就十二种的对象不同的人，那讲的那个体禅的内涵里头就有一种叫做譬喻，所以在法句经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说这个法，而来展现这个万法的现象，让你怎么样能够排苦，然后得到安乐。所以回归到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什么意思，这样听懂吗？我已经绕了好大一圈了啊，我看也是听不，那安尼无回应，拢憨憨的面，这里都无互动诶。我得问一下，那个最后面的那个有没有听懂啊？只给我傻笑哈、啊，好，随便你们，每个都是最后面的，最后面的就我了，懂吗？最后面的就佛在这里了。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就是知道这些状况产生出来的原因，好的我们继续把它做得更好，不好的不要再去做，然后要想办法不好的怎么去改善。佛法讲很重要，安忍忍辱很重要啊，安忍忍辱你怎么能忍得下来，也是智慧的作用。那智慧怎么作用？佛陀告诉我们两个法门，忏悔包括惭愧，这是一组，还有一个要发愿，产生很大的力量，你心柔软安定了，本有的智慧才能够让你真正的安忍下来，才不会一时的冲动，我跟你拼了，有人真的真的就跟你拼了，没骗，跟谁拼？跟自己拼哦，想说 我要不讲明白讲清楚、哦、这个尿气要弯不到当时才补得到真的真伤自己，我们真的好愚痴，这就叫无明的状态之下，把自己呢本有清清明明的照明的这个智慧，知道问题产生而且怎么不再去制造问题，还可以处理好问题，放下问题不去用它，然后又错更一层的错误的认知，说有个真实的我，清明的照明的这个智慧就知道一切是因缘法，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才叫无我，叫做空，所以你把它覆盖住不敢相认，之后又加上另一个严重的认知，说有个我，所以呢你一直在维护这个虚假的我，你认为是真实的我，忙得好辛苦啊，真的是白费功夫了。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法又有实际可以修行的方法给你运作，我们这五天呢、啊、我们老师啊不辞辛苦的，我就看着荧幕上那个老师啊是眼睛张开的在看电脑上每一个在国外的在网络的另外一端，哎，他的坐姿他的神情他的状态，然后你明白之后呢，经过教理的疏通以后，去处理你打坐跟生理心理的问题之后呢，然后再开放大家呢来回应你自己呢，说一天下来最成功的经验的是什么，而说出来之后呢，表示你用功到什么程度，碰到什么关卡，那有什么一个要继续增进的，哎，老师就趁此机会把那些法呢你们还不知道怎么转弯的，然后怎么气舍的，就把它宣扬出来，哎，我觉得很棒啊，而不是一味死沉沉的坐在那里瞌睡啊，啊或是什么守着静定啊，这叫什么冷水泡石头啊，你泡多久也还是什么石头。所以说这里在谈到佛法为什么，佛陀为什么讲了三藏十二部经，经过49年，然后经过我们的智者大师给他判教，就58教，这么多呢，通通在说明，因为人有这些状况，我们就要呈现一个适当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世间更加和乐，更加美好。好，那我们看古鲁师父告诉我们，万法都是由人兴起的，或许你会质疑，何以每次当我有所需要想着万法，
法就是不现前来告诉我呢？这个就是什么？快速的，这个叫什么？速食面，不是我们速食啊，是很快速的，赶快来给我吃那个速食面。哎，想一想，就天上会掉下你妹妹下来，或是黄金满地啊。果罗师父告诉我们，哦，他这里讲，我天天观想天上掉下黄金给我，怎么都没有呢？而来说，法因人而心，不是如此的意思。你看我画颜色不同，是什么呢？众人由心升起共同的愿力，这期间还要经过什么？你的努力啊，你就去感染你的家人啊，去影响你的朋友，做出帮助别人有好的行为，去关心人家，去鼓励人家，对不对？然后让他能够什么样，书读得好，公司的员工呢能够和和同心呢，然后制造创造利润等等，这一切这多少人呢，多少因缘，经过多少时间，还有政府的保护，还有种种的条件都具足了，这叫做经过种种的因缘和合，种种的法，就好的法、解脱的法、美满的法、幸福家庭的法，才会怎么样慢慢升起。所以哪是你那个素食马上就来给我灌顶，给我消灾，我要得到什么功名利禄，这就是错误的认知跟做法。所以你看到我们佛陀讲的祖师大的证悟了，都讲到精髓要害，但是在要害精髓当中，你说种种的法升起，因人而心，有人就误会了。就刚才果罗师父举出，我想黄金啊，黄金，我想你妹妹啊，哎，怎么都不现钱呢？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看到这里说，就知道回归到自己的生命。说佛陀就告诉我们啊，是由我们的心。六祖大师也这么说，果罗师父也这样的告诉我们，由心生，我们要怎么样？发起好的愿力，让世间每个人呢彼此都怎么样，很和谐，互动良好，都敬重别人，感恩别人，珍惜这样的因缘，这就是愿力啊。共同的愿力什么？人间净土啊。我们刚才念四众佛子共勉语的第四句有没有？建设人间净土啊，如何做成？前面那句话就是要我们升起共同的愿力，提升人的品质。你看哪一句话不相通，不都关联的？所以你不要看说，哎，这个老生常谈，你做多少，你落实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唯你自知。那明眼人一看也知道，知道怎么样用这个法来帮助我们。那果罗师父举出一个说这样的一个这个万法由人而心啊，他就说啊，现代以核能发电，以极小的物质透过科技产生极大的电能，比起过去烧柴火煮饭菜要烧掉多少木柴才能产生出同样的能量。你看啊，这样万法一样要能量，对不对？但是那个万法里头呢，过往要烧好好多的木材，到现在不用啊，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用核能的发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极地，找出这个原因，实际呢可以让我们的柴火呢，一棵树啊要种多久啊，而它产生了什么这个光合作用啊，放出的这些的氧气对人呢、啊、有帮助，包括那个臭氧层呢、啊、不会破坏那么严重，都有关联的，这就因缘互相的影响。但是它不是能够互相控制，所以这里就说来说明这样世间的这样一个状况呢，啊，能够透过我们人类的智慧的正知见，然后常常要保持正念，然后适当的一个行为叫正业，然后呢做适当的职业的正命，这些种种来做出让世间美好的这样一个
产生。所以这里举出说一个核能发电，那当然核能发电有牵涉到辐射，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的防护的措施如何能够做到，所以等等这一些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做观察问题，去处理问题，而来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跟财产。所以这里又说到，科技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就可以转变很多事物的形象。现今日益发达的科技可以改变过去的不可能，而法呢，不是透过心想就能够立即获得。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看到我们脸书上，我一个师伯啊，他们在诵念大悲咒，他说他观想那个白色的莲花啊，他吞噬了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新冠型的病毒，他就在观想把吃进去，好像要消灭这个病毒那一般的这样子。倘若每个人的念力能够持续下去这么做，确实会有产生奇迹啊。但是告诉你，你的念力能够持续吗？能够感召这么多人吗？我讲出这个例子，就是在应该有十来年以前，日本他们对一个非常肮脏的湖泊，透过千人还是百人以上，在不同的地方集合，而共同的念力产生出一种呢对河水的一种感恩，来赞叹说这个河水的贡献的这些话语，而经过一段时间，那么多人共同的念力而来澄清这个非常肮脏的湖水能够澄净，能够呢河水非常清澈见底，不是不可能。但是怎么样，是经过大家一段时间许多人共同的而来完成的。所以就果卢师父就告诉我，不是说你透过心想就能够立即获得。所以我说天下没白吃的午餐啊，所以要怎么要好多条件都具足，再叫因缘和合。所以你要安忍，说为什么修行这么久我怎么得不到什么成绩，根本不用去想啊，你就看看你自己做的什么才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你要极地找出原因来啊，不是白呆呆笨笨的不知道自己身心的状况。所以这里谈到啊，科技能如此的进步，也是什么先经由人的思想产生研发创造。我们看到都由人啊，而从我们的心，就我们的智慧去运作。所以他正在谈到这个整个因缘变化，开创这个因缘变化的历程，果卢师父给我们剖析出来，说先形成一些想法理论，再依据一定的因缘条件创造研究，事物就会产生不同的样貌和果报。有没有看到就怎么开创这个因缘里面的历程，整个变化的过程。所以要怎么样，要去推动，要持续，不是立即就获得，就想一想概念啊，就说过 bang 啊变出来。思想是主要的因，但不是坐着空想，经过种种不同的缘，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果报，这就是万法本自人心的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接着看刚才谈到佛陀实现在这个娑婆世间成佛的这个历程，其实就是要教化我们，也要如此把你所学所会的很能够真诚没有保留的跟身边的人共同来分享，如何得到生命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尊严或庄严。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要感受每个人跟我们的生命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佛陀呢教我们的这样各种的法门，其中有一个叫回向啊，回向你自己给他人，
回向你一个小的一个心量呢，回向到大的，要跟佛一样行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而做出这样的菩萨行，我们再次念之，要感受者，因为我们也是从这样的苦而走过来，所以佛陀就能够感同身受众生的生命跟他的生命多大的联系者。以佛陀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曾经在无量诸佛如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座下清净很久的时间，然后呢，佛陀真正的大慈大悲大智慧，从不弃舍任何一位，而这样示现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一个楷模，就是我们要这么做呀，回自己呢很狭小的这个心啊，回向呢要成佛利益众生这个大，要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不要每天只停留在一个各级的烦恼、各级的得失。但首先自己要怎么样，让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正法的引导，而能够开发出身业、口业、意业，是良善解脱的，来帮助自己，就有能耐来利益他人。所以说这个万法由人心啊，就是跟我们宣说大法呀，产生这样的问题，智慧来关照，知道它可以改变的，你不要把它抓得死死紧紧，说就是这么可恶，这么可怕，而不可改变。佛法告诉我们，都是缘起法，产生的法是什么？如幻的，是假象，所以叫做无相。那这个法的本质呢，就是空寂的，就因为它会产生太多的变化，而这样的空寂呢，来说没有一个法可以染污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无我，无我就是说没有办法支配一切，所以就是长生不老的，永远一样的，然后可以被你掌控的，而且它是只要一个法就可以呈，只要一个条件就可以呈现这个法，你通通找不到的，所以叫无我，因为它是空性，知道吗？这都是讲这个法的实相的内涵各个侧面的。你不要想怎么这么多名相，又是无我呀，又是空寂呀，又什么清净啊，又什么叫如如啊，又是什么的，通通说的都是一样的内涵，从它的功能特色而来，有不同这样的一个叫做呢说这个名相来做说明。所以刚才就是说我们自己得到好处了，你就要跟身边的人来分享，这叫回向了。回向什么意思？回向你的慈悲心，我苦过，我怎么从苦能够得到平稳，得到安乐，你就不会只想说啊，他总有一天就会懂的嘛，何需要我，不能这样。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在生活作物当中看到一样东西，知道是别人的，你就什么莫关己事，反正他就会找得到。你不要看一些小小的事例哦，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心量、你的心胸，处处你都把它关着，越来越窄，越来越暗，而佛法要我们越打开它，而不会说打开它给别人就少了，更是怎么样多呀，而且这个多不是你去求来想来的，是做来的，然后又能够怎么样不放在心上的去沾着执着，才就叫多啊。所以你不要看小样的事情啊，反正这就他人的嘛，说我们的师父就骂我们，在家里你就不会这样啊，因为你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家，每样东西你都什么样清清楚楚排得妥妥当当，怎么换了一个身份就一种呢自私的心就越来越严重。
说真的，你不要小看这些呀、啊，都是你用心啊去关照，才能够真正找出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盲点了、啊。我就有个师兄很奇妙，他的钥匙眼镜老是找不到，我真想说我帮你弄一个挂链就挂在你的脖子，但是挂在脖子也说，哎，眼镜在哪里呀、啊？钥匙在哪里呀、啊？我以前戴过眼镜，高度近视，常常在我的鼻梁上，我还说啊，我眼镜在哪里呀、啊？常常把心活在每个当下，这就止跟观的运用，你生活的这个素质啊才会提升，由此而扩及到各个层面，都是在开发我们心中无限的宝藏，产生这些功能才叫宝藏啊！活得舒适、轻松、愉悦，而也有能够跟别人一起来分享，分享也是你体验过后，然后你也去观察这个过程，你体验过后不一定说得出来啊，就不知其所以然。那天我问问个助众啊，你这怎么声音弄好的？我说我不知道啊，就这样七弄八弄他就出来了。后来在我追问之下，是因为这个机种的这个老旧里面的功能不同，前面的老机用半天就是出不来，然后这个新机器它本身就有 update 更新新的功能的软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弄就可以搞对了。所以这就佛法说，我们用心去每一个环节弄清楚以后，就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栽第二次的跟斗。我们从那里跌倒栽了跟斗，但我们要找出原因，这就是极地。然后找出原因以后呢，按部就班的把你以前所学会的知识跟经验就是道地而来处理你这样的个困境，能够排除掉就叫灭地。这个佛法的理论不是用来朗诵的啦，是实际去运作处理，帮助你活得轻松愉悦、感恩喜乐知足，见到人就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心中又肯定感恩，而不怀疑我做得到吗？别人什么时候给我肯定啊？都不需要，重要是你自己肯定自己，说深信佛所讲的每位都是要往无上佛道迈进，一辈子一辈子这么做，直到成就无上佛果为止。说不要忘了这个重要的心智啊，真的很重要。其实我现在讲我都好感动，很想掉眼泪啊！我马上转念，对，人人都具足，说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包括自己。现在暂时不过表现这个样子而已，你不要把它当真的。哎呦，实际不变了。所以呢，这里呢，古鲁师父谈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因缘条件创造研究啊，研发呀、啊，就有不同的样貌跟果报呈现。所以这里呢，谈到说，透过这样的譬喻呢，就能够达至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愿必成”。所以有的愿心，还要经过身体力行，有没有？我们叫心口，真话，就是呢，行理心行一致啊、哦，所说的跟所做的，你都呢，所说的就那个愿心，常常告诉自己，提醒自己。而真正的去做，所以这样子的创造因缘，并且依循因缘圆满所发的愿，不是只会空思乱想。那这里谈到人人想成佛，但有可能吗？哎，果卢师父大声说出来哦，有书来印证哦，他欢迎大家来踢馆哦，他敢大声说出，跟佛一样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可能性很大。所以果鲁师父说有，为什么？因为人人本来就是佛。为什么？
你修正到那个地步，确实泯除了所有我们这两天的这三天老师一直在讲的二元对立，泯除了所有的这些念想，你的见闻觉知都没有这些的对立的差别，才能够深刻的印证到所有的都是缘起法，法法平等。那法法平等的当下，才知道我们的佛性，就让我们觉悟到这一点，而能够确实去落实到这一点，因地上的佛，而可以往修行实践而成就果地的佛。但不因为因地的佛跟果地的佛有所真实的差别哦，没有哦。佛陀成就的这样一个究竟的涅槃，佛陀讲说是空哦，连成就的这么最高的一个结果呢，也说是空的。所以由此推知，因地的佛跟果地的佛也是空的，所以没有一个真实说他们的差别是存在的。因为因地的佛、果地的佛都是什么因缘和合所成就的这个法，所以这样的法呢，在刹那刹那之间都在变化。为什么佛陀成就的涅槃，为什么他不叫一个实际的法永远存在？因为佛陀一感知任何一位众生教化得度的因缘成熟，佛陀不会在这样一个我们讲难听就叫贪恋在涅槃自受用的安乐清凉里面，他会起一个大悲心的作意，而舍除了这个涅槃的受用境界，而来出现这个世间。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早就古佛再来了，然后呢更厉害，我们现在要讲法华经，果罗师父从下个礼拜二讲法华经，佛陀呢最后一时所宣说出来的，说也没有这个涅槃不涅槃的问题了，因为一切都是空即法，跟着所有的因缘和合的变化都在变，刹那之间的变化。所以呢宣说出这样一个人人皆具有这样一个佛的知见，所以呢法华呢就宣示每位众生呢，佛陀来这个世间，出现在这世间很重要的一个因缘，就是要开发显示，让我们能够证悟而进入到这样一个人人都有佛的无量的慈悲智慧愿力这样一个知见，让我们明白啊，能够勇敢的去怎么去承担，以这样为正确的知见，就是缘起法的空寂，就是人人具足的这个无我空慧的，就叫做佛心啊，能够产生无量的妙行，就是利益众生的慈悲行，都确实可以兑现。说我们好有福报，能够听闻到佛陀的三藏啊，用十二种体裁来说明，让我们明白。这就是因为这个法为什么要万法要呈现，这些经书要产生出来的目的，就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明白，放掉放下我们的妄想，就是颠倒颠倒说我有一个我，都知道是无我，更进一步说无我能够开发出无量的这些的帮助众生的这些的因缘啊，等待我们去开发创造啊，能够往什么无上的佛国，这个当中就是能够真实的帮助到众生，而因为众生才让你开发你的宝藏出来。所以一个真正的修正者，他是感恩知足每一个因缘，不管是人哦，不管是世间的物哦，包括还要成就的这个事项哦，都是他感恩啊，让他能够学习成就的这些的条件。所以今天佛陀就讲，如果没有众生，六祖大师在前几堂课也谈到，没有众生何来需要佛呀，这都是一个假立事设，就是因为万法有这些状况，
所以呢，才有佛要出现这个世间，那开示悟入，每位众生有佛的知见，也就是这样，才有什么一切经书因人而有，好棒哦！所以你今天好开心哦，听到六祖大师把佛陀的精髓，就经由我们智者大师在五十八教判到第五十的什么《法华经》，讲了八年，而在讲《涅槃经》是经过一日一夜。而说出了涅槃经，而我们经由呢大师他们的证悟，把体会的这个精髓中的精华来告诉我们，而我们呢，不要说一仗啊，经书都看不完，连经书的皮连摸也没去摸它啊，每天就在那边啊，就这样嘛啊，就那个事也做不完呐 啊师父要我有背维摩诘啊，就跟我说。啊，我们已经不是上完了吗？我们不是要上《法华经》了吗？背书背经是谁得啊？还有分哪一个时候跟哪一个时候吗？所以在这边分别计较了，而我呢，就故意说，哎，没这回事，你继续去背是你的，我就来帮助你推动你一下。所以果卢师父告诉我们，刚才说这一切经书因人而有啊，是你有发这个愿力很重要，才会推动你的身行口行还有意行呢，心里的意念不断的往这方面去把真正做出来。好，所以这里谈到人人确实可成佛，只是怎么样，因缘还未能使我们发挥出佛的体相妙用，也就是果地上的佛，你产生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具足。所以听到这个，你要深深的相信，我就是未悟的这个未来佛。而佛是什么？以彻悟的众生。为什么？都是众多因缘和合身，都是平等，都是空寂的。因为空的缘故，没有一法可以染污它。为什么？没有一法可以被控制得住。而且这一法不是它单一就可以成立，要借助因缘多少条件呢、啊？所以才叫平等，叫圆满清净。以前我也搞不懂这在说什么，说来说去好像都一样，不一样啊！你要能够明白啊，《法华经》为什么讲实如是啊？如是就在讲因缘如何合合的因缘的生，然后如是怎么因缘的不合合的灭？那实如是什么？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因，如是。用如是力，如是做，如是本末因缘，这个果报究竟，从这么多的面向来知道这些的因缘要成具足啊，多么难得不可思议、啊！每一个呈现的果报，当下的因缘又在变，果报当中的因缘就不断的变，包括涅槃都一样。说你没到那个境界，你要相信佛所讲的最高的境界涅槃实际的法存在不变吗？佛陀说没有，因为空。为什么空？因为有众生需要他，他就再要变一招，就要应身，像释迦牟尼佛有实际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种姓啊，在哪个国家呀、啊？是什么名字呀、啊？然后怎么母亲是谁呀、啊？等等而生出来的、啊、所以说涅槃呢，我们叫极致终极要完成的这个目标，说也是空，不是实际存在，而来说明什么？说佛陀所证悟的内涵确实真实不虚，说每个人都具有如来的智慧的产生智慧，面对不同的人处理不一样的事情，还有面对世间种种一切
都有什么呀？这样一个智慧产生，刚才面对这些不同的要处理的这个手腕啊或能力啊，就叫做德相，智慧的德相都可以怎么开发出来，跟佛一样哦。佛是什么？究竟彻底而达到什么圆满，就无一事不包办，一定成就。那这个成就是什么？想一想来的吗？国禄师父苦口婆心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身体力行。你知道你的苦在那里，你为什么不去除苦啊？要身体去做呀、啊、怎么做呀、啊、安忍，不要想说跟你不一样的你就脸就皱了，心里的执着又把你盲点了，把你带得团团转了。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目前还不能够发挥出像佛的体相妙用。那个体是什么体啊？正悟的体，佛就是什么法界身，充遍全宇宙。为什么？心的智慧让我们达到无时都是安定当中。什么叫定？没有任何的恶缘对立，说众生好可怜，我什么时候才救得完，没有这一些。所以他充遍法界身，就法界所有的因缘变化，佛陀都能够随时怎么样随顺这样的因缘，而展现他的什么应化身，或者是什么报身，充遍的智慧的这功能作用，给登地菩萨才能够看得到佛的报身在做智慧，这样那个法音的宣流，他们接收得到。而我们的二圣的阿罗汉、辟支佛，包括凡夫人道、天道，感受不到佛陀在宣说那个大法，比如说《华严经》，佛陀证悟之后呢，头呢三周都在宣讲《华严经》，阿罗汉根本不知道说佛为什么在那里打坐，佛陀用他的报身在宣讲《华严经》，有登地的菩萨才知道佛陀在开眼，成佛以后所有种种富贵庄严的教化众生的这些的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感受佛陀只不过是一个比丘那边证悟的一个觉者，坐在那个树下，就这一般，而佛陀正在用他的智慧宣讲这个非常深邃的这个华严的境界。而这个境界不是我们书读能够体会到那个表层哦，而是在内涵里头实际所展现出的那些因缘果报不可思议呈现的种种的庄严物哦。而真正的做教导摄化这个初发心的菩萨，还有久修行的菩萨，而进一步的去修正，在华严经开显出来说佛陀的报身在宣讲，而我们感受不到看不到，然后就会看不到感受不到而来评论，就是这样而已。这就没有相应到缘起无我，佛陀展现的比丘在树下也是如幻的，所以你的境界的正道的正量非所及，而有要来评论，就是如此，是错误的。所以这里看到我们没有感受到佛的体是法界身，而且告诉你更惊人的言语，佛陀告诉我们佛的体是法界身，我们不是我们，所有一切的物都是因缘和合，所以都是有什么法界身，叫法身。你有法身，我有法身，手机、麦克风、电脑、桌子、地板都有法身，都是什么充遍全宇宙。这在我们六祖大师里头就有谈到这一个，也国禄师父呢当初在宣讲这个时候我很受到震撼。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个对立，佛高高在上，而我们呢，我接受我们是未来佛，是因地佛，是 baby 婴儿的这个佛，我还是认为有差别。但是经过修正，还有佛陀经典里面给我们的智慧，说这不是真实的差别，一样是因缘怎么样，
你要去开创，要去行菩萨行，修菩萨道的时候，根据真实的正知见，缘起法当体空，空故的成就一切万法妙法，而来让你去实践，来检验修行有没有错误，才能够消除说因地的佛跟果地的佛有实际的差别错。那经过果卢师父跟六祖大师在讲，人人物物缘起法皆具有什么，每一样的法体相用都有，都有法身，就叫体。而那个相就是报身，用的妙用就是什么，应化身。先以人来讲，应化身，应身就实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化身就变化产生出来。就像我们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化成盂兰观音，在这样一个码头来引导这些船只，而不会的停泊触礁，而呢有着生命的危险或财产的损失，而就化作了盂兰观音，当作一盏的明灯，引导这些呢能够平安的渔只能够平安的入港等等，这一些就叫化身。你们说我们没有应身？有啊，我生出来是 baby 人家的女儿呀。如果我嫁的呢，我可能我是人家老婆呀，我生了 baby 以后我是他的妈妈呀，然后我在学校教书我是老师啊，那我去上课求学我是学生啊，然后我在台湾我是一个公民啊，然后我以这个地球来讲我是地球的一份子的里面的人民啊。所以你没有应身吗？你太多了，应对各个不同的这个身份而产生了。所以不要说只有佛才有，所谓说我们常讲为什么自归依佛，本质就具足的佛性。所以你要回过头来，不要往外去找寻寻觅觅，寻不着，有什么有所得有所求，就跟你本质具足的佛性不相应。所以要自归依佛，而且要感受什么，大众跟你生命都是共同，叫当愿众生。其实自己就是众多因缘其中一个应出来，应化出来，应化身了。那众生跟自己的佛跟佛啊，禅宗讲说佛己心众生三无差别，就在说明都是什么法身。所以人叫当愿众生跟自己的佛怎么样，都能够体解大道证悟本来具足的佛性啊，而只是这些的悟啊叫做法性，都是因缘法合展现出来的万法，都是法身，都是空寂的。法身是什么？空寂的。所以你什么无形无相无文字可以表达出来，不得已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法身。说所有的法都是因缘法而呈现的，都是法身。而在这个物啊世间叫做法性，而在有情事的可以做觉悟的，可以做转变的，可以去提升来利益世间，所以叫做是什么佛性。佛性跟法性都是什么空寂，都是什么无形无相。但无形无相你不能这样子，你要产生它的作用啊，产生它的相貌，你能够认知到，然后才能够去学习啊，才能够达到那个作用，让生命更美好，世间更庄严。所以要有什么？要报身，要什么应化身，而简单言之叫做体相用。这一个手机的套子，它的体是空的，为什么？它原本没有，需要人类主因的智慧去勘察世间市场的需求，然后因应各个不同的厂牌它有不同的变化，还有你市场调查颜色的好物流行的状况，还有里面的材质，还有种种的这些都在变化。好，这就因为是法身空寂的，根据这么多的因缘条件才能够产生这个相，这个相叫做报身。这个相的报身怎么来？智慧集合体啊，智慧你才能观察，
市场的倾向、潮流取向，你才能够 产生什么用啊 ？Money money， 赚到钱放到你口袋，听懂吗？你没有这样一个智慧去产生这个迎合市场的向的时候，你作用有什么？你赚不到钱，为什么？不好用。现在发现酒，你看每次他们在掉皮，掉了很多黑屑屑。这就是告诉你一切的无常变化，你要接受的，表示这个东西啊，在生意人的眼光还有很多改进改善的空间，它就可以创造更多的那个利益他人的这个功能作用，然后买他人就多，我口袋的 money 就多。以前我在搞贸易，就在动这些脑筋，我如何把这些东西能够销售的出去，然后如何去 找买家，买家有的订单我怎么去找那个供应商。哎呀，以前我不懂的，这个就是智慧的妙用，就体相用的用，懂吗？我就去创造机会，把那个相、哦、卖那个茶、哦、要卖到那个中东，还要卖到那个南非、哦、我就想进那个斯里兰卡，配合厂家的厂那个茶叶不够，红茶我就要跑到越南，然后在台湾的是绿茶的，就没这方便。哎呀，绞尽脑汁啊！我想说，我都不会，怎么有这种勇气？哎，人人具足的智慧 ，OK？ 智慧充遍法界各个不同的时间阶段。虽然我本科不学商，但去从商，更是本科的出家，因为打破的头也不知道为何如此。哎，只能说。这个各自的因缘的和合变化，牵连到宿世的关系，而也往未来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停滞在抓取在某一个片段，把你自己掐住了，不要，我们要把它打开，想办法打开，那你要靠禅定力，才有办法呢，不随着我们的习气，跟你不喜欢的人事物一现前。你不会马上现起烦恼，而跟着去造业，让我们的习气越加严重而无法自拔，所以叫习染。习气呢，很容易跟你现在的烦恼，就看到不喜欢的、讨厌的人或不喜欢的一切的东西，很快就什么粘连在一起，所以染着你呢，这个我呀，受到的这个伤害更大，然后面对的这个人相就越怎么越加深。这个不好的作用在里头，所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手机到这个法身、报身、应化身，来体相用五欲法，不是如此的展现。为什么？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它就能够有什么这些的法报化或者体相用。的这些的功能，所以我们读到经书啊，说我们现在是因缘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和合，还没有完全具足，所以我们没办法发挥出佛的那个体相的种种妙用，但并不能说我们就没有，其实我们在用，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知其所以然，用的过程一样，就像那瞎猫碰什么耗子死耗子那一般的，你不知道，哎，我为什么就碰到了？所以你一样在用啊。经过佛陀他证悟，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叫因缘和合，展现有十二因缘，浓缩有什么苦集灭道等等这一些，然后在这个要处理这些生命真实的关卡，能够排除，就要行菩萨道，有六度万恨，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种种的法门都在处理世间这万法这些种种的状况，而要达到什么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自在。所以你需要怎么样主因发愿力，把佛陀的智慧拿来怎么样思考思维，说这么用对别人有什么好处，能够帮助到自己吗？离开心中的执着吗？然后能够打开跟佛一样就近的一切的对立的我相人相完全放下，而确实印证到无我呢，这个空性
通遍过去、现在、未来，横竖的十方无量的世间里头，包括佛国净土，都是。你看这些里面话语都华严经跟我们讲的。哦，我读了以后，眼睛都亮了，心越来越怎么越敞开了，说真好啊，这个人生难得啊，因为有我们的大家长果禄师父啊，不放弃我们、啊，叫那些笨徒弟要坚持啊。这些共修活动不能给我停啊，他们喊累，你要想办法去劝他们，这就行什么四摄法，布施他，哎呀菩萨你唱得真好啊，啊你做得真好 啊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啊，这些活动才不会停掉。以前一大堆我们都说，师父我们才几只猫，我们做不来，什么你出家做什么，来养老啊，啊受人家的供养还不知道知恩感恩修行来利益众生，还很累，每天都嘛 K 的要死，那 K 不打紧，还要录到录音带啊！好多人一听到啊，师父又在骂你们了。对了，我们就是该骂了。然后你又说啊，师父怎么骂不停啊？因为没有改进呐、啊，说没有长进就要被骂。师父就讲，你以为我爱说啊？那个是他一个真正的慈悲啊，苦口婆心啊，才要这么做。所以谈到这里，就是回归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你不要把它抓住说真是有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两位老师 Linda 跟 Jeremy 老师告诉你，那个问题我们佛法术语叫烦恼，就是问烦恼的这个我是无我，甚至烦恼也是无我，是这样吗？你就去感受它，你为什么不能够真实的说是无我？所以你还不明白，这叫移情啊。那我今天在整理师父的这个《六祖坛经》第二本，还有前几天在做永嘉正道歌，就谈到说这个移情是个方法耶。哎，我们这两个老师把师父教的学得很好，自己有体验，那个厚德智就善巧方便也运用得很棒，我一直在鼓掌。哎，就我们要怎么要学习要观摩，不是一套就说啊这样就好了，没有。你看华严经里头呢，弥勒菩萨告诉善财童子，哎，你不能只发一个愿啊，或者求一法呀、啊，或者得一个受记呀、啊，说你未来佛怎样，没有，无止境的心胸要去大，大到跟法界，跟法界是什么同等量的，横遍十方一切的国度当中，都有你什么你的身影所现的地方，千百亿无法形容，在法界中里头都要去实际的什么行动的菩萨行来承世供养诸佛。那天呢，我整理这个华严经的第77卷，说里面的善知识的重要，说为什么要供养善知识啊？因为供养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具足一切让你住到的这个因缘，都能够什么一一的开发出来，一一的怎么合成熟，让你能够真实的去做到。对啊，就想到我们的果罗师父真的就是这样，还有我们的圣严师公，来自从果罗师父圣严师公的口中说出我们的师祖东出老人如何在教化弟子的这一个善巧，与我们来讲是很辛苦，叫霹雳魔王，而呢这就是菩萨的厉害的手段，没有真慈悲啊，他施展不出这些手脚，很辛劳啊，每天要跟你磨啊，跟你和在一块啊，小兔小三咪，你这个地拖好了吗？师父不敢讲，你不会看吗？都很干净、啊。哎，师祖可以一边说，手上的两把沙就沿路撒。那你小三咪说，师公你故意找茬吗？他敢吗？他不敢。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要磨练你那个自尊，所谓有个我受践踏。在我师父的心里，他也不讳言的说啊，你就欺负我这个便宜的老公啊，哈，别人的儿子死不完啊，哈，你就是这样的凌虐我，
他也老实说他当时的心态，就真是认识有一个我的过程。但是他的福报数是三根深厚，经由师公师祖，师公真实的长期的磨练，师祖这样的让磨掉他那个我的尊严已经到薄弱，而让他能够面对年轻这个时代，小时候寄人屋檐之下，乃至到二十啷当来岁得的这样一个脑瘤，而这个巨大的苦他能够承担下来。要不是经由这我师父亲口说的师祖的这样一个磨考验磨练，而来消他的业障，何能能够呢存活来见证佛法于今，再以我们法来结账书生的法缘。他再次念之感恩师祖师公，乃至所有话语教导他的师长们，是在感受佛恩啊，那一份的什么悲心愿力，我们受人家的恩泽，我们怎么不反馈啊？每天就要这样苦恼吗？每天要这样伤害自己，对得起佛吗？更难听，对得起你自己的性灵，就是未来佛啊。所以这些话很难听的话，在禅期当中啊，被骂地狱种子啊，不可救赎的啊，那时候才真正的发起惭愧心，要来忏悔改过，那时候的力量才真实的大，发起的愿心能够落实在你后面的生活。但是必须要怎么样，就像我们这个两个老师跟师父教导我们，就回应到五祖跟六祖，还有历代祖师大德佛陀也这么讲，讲什么，你没有证悟你原本具足的清净心啊，佛禅宗叫做什么，见自本性，悟自本心，你学那么多法是什么样，无用。为什么在那边着相，在那边攀缘，在那边执取，制造很多的什么矛盾，叫二元对立的差别，差别你分别它，然后第六意识就跟第七的我呀，啊呀，越来越坚固啊，要回熏到第八阿赖耶识，就在什么生死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要很感报知恩，今生遇到这么多的善知识，真实在我们身边展现给我们看，而我们还不珍惜，每天就是吊儿郎当。就像师父以前跟我讲，吊儿郎当，我们的佛友在取笑啊，那个长真哦法师啦哈，我讲啊，就每天这样晃来晃去啊，自己的禅修功夫也不用功，然后怎样怎样。那时候我听了听，我也不知惭之愧，说你说你们的啊。是伤害自己，是蹉跎的，但是在那一段的时间里头，虽然吃了一些苦，也没有白浪费，我才会怎么样，苦尽甘来，就是佛法讲的，禅宗讲什么，才转得过身来啊，才放下这些你认为的这些的见闻觉知啊，禅宗叫葛藤，你才能够放尽除尽，才能够显出你的清净心或叫真心。所以功不唐捐，只是自己要多走一些什么佛法这样的对立的话语，冤枉路。但是禅定又如何，你没有智慧知道这个禅定也是什么缘起法当体空啊，你驻着在禅定里头，就像我们的两位老师，在我们国路师父也出一本书叫《博山和尚经语》啊，包括在禅观测境那个莲池大师所集中里头的这些祖师大德怎么刻苦用功，最大的问题都在哪里，着相，认为有个修行的境界得到，或一个什么用功的方法给把捉住，都是错误。缘起法告诉一切法都是空寂，没有实际存在，佛陀跟你讲最高的法就是涅槃法，都是叫空寂，非很蠢的，你还在什么你的什么清安呐、啊，很棒的初禅、二禅、三禅呐、啊、四禅呐、啊，乃至到四空定啊，有什么定力一退失，相应到过往所造的
这个业力相应到贪嗔痴，马上坠堕到什么？像比直升机还快，到三恶道里头去受苦轮回，生死不断啊。说禅定博山和尚，我们这两个老师举出啊，不要沾着在这个定境啊，静定里头认为一个真实的一个禅定的境界啊，可真实的受用清凉啊，美好啊，那就是长有无始来什么我爱我贪啊，因为有一个我在受用境界，那认为一个境界得到实在的美好，不知道一切法皆空寂。所以这老师也很棒啊，把果罗师父教了，自己也精进用功，然后自己也去例行去教学去引导禅修，不忘了他的愿心，他的菩提心，真的令人好感动耶。感动什么？受到法乳之恩，真实受用到生命的一种呢，一种证悟的一种尊贵啊，就会回向。回向不是想一想啦，哦，愿以此功德啊，庄严佛净土啊，想一想，你想去哪里？你有没有做？功德是什么？你真实得到生命的安定，自己的脾气你就忍得下来，你的计较分别的心就能够知道说不应该这样子做，会伤害别人就伤害自己，这才叫功德。功德就是你知道一切的好，然后真实的改变自己。好，没有保留的，没有所求的，没有个我跟你的真实的好跟坏的对立差别，完全泯除了，这才叫什么功德？功德以后你所表现出来，才是真实的去帮助别人，然后不会给别人有负担，没有任何的压力，人家又欢喜的来学到，然后真正的得到生命的美好，这才叫功德。所以果罗师父讲，你有想发这个愿心，你实际要去做呀。做在哪里？就讲那句好话，称赞你，就是在做。然后礼敬你，感恩你，然后你那个愿心啊，就是细水长流，源源不断的去做下去啊。哪怕说佛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都不会把你吓跑。以你修正的时候的智慧，本有的智慧，就知道。时间空间也是什么缘起法当体空，你修行的是什么本质具足的，你不是要经过时间把修来得到正德的，不是。所以是放下这些才能够真正起步走，不颠倒去做该做的事情，而又欢喜去承担不会的，愿意去学，为了能够利益更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情节，不同的遭遇的这些，你都能有办法使得出来去帮助他们。所以你要学太多的东西了。所以果罗师父这里讲的很重要，说 一切经书啊，一切经法因人而有，绝对不是什么空思梦想。有这个梦很美很好，那你要是实践。我们那个张雨生已经往生了，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你就要去做。这也是蛮鼓舞人的一句话啊，而不会说什么，觉得生命呢很飘渺啊，很虚浮啊，那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啊，失去的光彩，生活没有什么动力了，更不要谈上什么希望。所以佛法给我们非常积极的一种呢向上正发的力量，由你自己的心的打开，认知这一切的现象造成你认为的苦或世间种种一切的不满意，都可以很大空间的改善。所以谈到呢，经书就是佛陀的教解，是因人而有，缘起人中呢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世间的众生有愚智之分，愚在此处不是骂人愚蠢，是指小根小气之人称作小人，有智慧的人就是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小根小智的人请益于善知识，请问一见的心性，
体会到诸法实相的大德呢，这些大德就是智人。所以智人呢，他何以能够去实践呢，去符合这样里面的一个内涵呢，就是这里他已经呢体验到亲自证悟到自己的心性，体验到心性就是呢诸法的实相，就是空相空性。而在空性空相，在以人类讲的这个心，它有很多的认知，很多的分别，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因缘果报来利益世间。所以心性跟这个实相的空性是一样，都是空寂，但是在什么，在人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作用，体相用的用，就是应化身，就怎么样能够呢主动积极的开发出来。当然法性它一样可以创造出有什么体相用法报化，但是它是因缘和合怎么样，它就随着因缘而产生。当然我们的佛性也是随着大家的业力状况情形资料障碍，我们多的这一层怎么样能够认知它，能够汲取它，能够善用它，然后怎么样集合，就是叫开发创造出这些因缘来帮助众生。就像我们这次的 COVID-19 就涉及到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共同的这些灾难，而要集体的智慧去怎么样创造出这个疫苗。你看这个疫苗就分都很多项哦，它里面的功能哦，有没有，这功能就被质疑到被这个要病变的毒株有效吗？所以哦你看哦，说光是一个疫苗里头产生的项，针对它里面的细菌，你要形成的里面的成分就是它的项就不一样，所以它这个项不一样产生对峙的这个病，就产生的去除这个病的困扰的功能也不一样哦。所以这些经由人的心智能够认知分别，怎么去开发创造这个因缘，就像这个疫苗应运而生，就跟法性一样有法报生，就不一样。说难听的就是它比较被动，但是它被动不是什么谁去推它，是各个我们造的人的，刚才我们的业力啊，没有形成的万法，它就该怎么呈现。而我可以积极的，就是为什么有慈悲心，就不一样了，有愿心，所以你就愿意开发创造因缘。所以因为这个都是因缘当体成就，这就是空，所以它才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万法。这样听懂吗？所以真的就不一样哦。所以为什么叫佛性？一切都叫法性，所以人的尊贵在这里。为什么要来人修道成佛啊？哦，太棒了，太棒了，太尊贵，太美妙了。说佛陀才赞叹：奇哉啊，奇哉啊！我绕了那么大一圈，原来一切法是因缘法平等，而更尊贵的是有情事的这些众多因缘和合的众生，都是具足无量无边的这个什么法报身啊，那个报身或化身啊，或法身都能够怎么产生什么智慧，与空性相应的智慧的德相。我们说难听的就是什么因人说人说鬼，遇鬼就说鬼话，也就是他的善巧方便都让你能够服服帖帖听进去，然后真正的去做，这确实保障你生活生命的品质。所以这些经书就要达到这些功效啊！啊，我们读了以后也要去思维它，我怎么用这些道理，然后实际有方法，我去做来帮助自己。最重要什么？就是成佛这条道路，我们都觉得太遥远，不敢做，然后根本也不敢承担。我哪是未来佛？
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叫常不清菩萨，被 K 得多惨呐、啊！他比那个灵济的师父黄破所受，我们释迦牟尼佛常不清菩萨所受的遭遇，比灵济还要更可怜呢。灵济只不过三问变三 K， 我们常不清菩萨每一说你是未来佛哟，不管清如看清你，每说一次就要被 K 一次。石杖、石头、木杖、锤头、拳头，通通下来。而佛啊，前身的常不清菩萨不改其志，为什么？那是他证悟的内涵。而我们呢，听到佛你讲的，在天边呢、啊，说慢转，说修学一年是不是？佛在眼前，啊，经过两年什么？佛在哪里呀、啊？就越来越远，对不对？啊，修学三年的就远在什么天边，遥不可及，还说我是未来佛，你不要咒我好吗？不要诅咒我吧！你看我这副德性，为什么这样的认知？就认为有一个真实我所出发造作这些行为，你认为都是真切，不会变的。所以佛陀就直接揭开这个谜底了。说这个我是无我性空，所以无我性空你才会整变出这么多你认为这副德性啊，好多样子的、啊、是一副德性叫千百亿化身。你不是喜怒哀乐，你让同样一个人这时候高兴，这时候痛苦，这时候平稳，这是怎么样？不就在应化身千百亿化身在变化了吗？你就是不敢承担，那是佛、啊、不是我啦，我哪有千手千眼。尽力去做，不要看清自己，相信佛所说所证，我们有实际的操作方法，还有相应到正确的知见，说一切都缘起法当体空，空故无一法可以染污，叫清净。说没有谁可以支配谁，说哎。我不要死哦，有可能吗？那老的有智慧呀、啊，抬头纹、鱼尾纹，满脸笑容，信心满满，发自内心的什么？那个什么富足、深厚，因为你去做来的、体验来的，所以你很处处都很安定、很平稳。说哪怕老，不怕。你活得新的年轻，就带动身体的细胞就活跃起来。哎呀，我现在看到欧美那些八九十岁的，哇，活出比年轻人还有年轻的那个劲儿，就骑那个摩托车，至少重型机车的，哎呀，那个帅气，甚至还去溜冰，还有那么打那个什么曲棍球，是不是？哇，还有很多的尝试体验。以我这种呢，跟他至少差了三四十岁，都觉得那不可能，我不敢去做。为什么？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可能，不会把自己给放陷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就佛法给我们积极的一种思想的启迪开发。那你接受的这个观念，就从生活里面去跟自己的生命常常去做怎么样接轨。不要说听了一套你也会说，那实际怎么做才是帮助你自己？那做就是因为有别人，你要互动，有别人的关系，把你的悲心慈心你才能够怎么样让它源源不断。所以很高兴，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够离群所居，这因此才有所谓的菩萨道，而来行为说菩萨行，你才因而众生来把你的宝藏、你的愿力、慈心、智慧、功德、三昧、解脱，种种的一切才能够一一源源不断显发出来。没有这些状况，
你用不到啊，你不知道怎么会去用它呀，因缘没有合合生出来，你怎么去怎么去创发去投入，你就没机会了。所以我师父常说啊，在我们祖师禅林在开山的时候，这时候大家才有能够说，你说哎，这个小佛像一尊一万元啊，哦，我来护持，我来发心护持，然后呢这个要整理一个什么一个场地的一个整理啦，或者有一些那个经本要购置啦，或者有一些重要的这些的修缮费啊费用啊，是因这样开山的因机缘，你们才能够怎么样借由这样的因缘而能够舍出，说好听就是供养布施来三宝来做弘法立身的这样一个根据地，是这样的因缘你们才能够怎么样去把握这样的因缘而来护持三宝，所谓你欢喜的心护持三宝的功德我的福报，而如此能够受用在您此生而应及到你的家人，所谓修福报的人家人的这些也得到这个什么种种的一些呢共业当中的一个什么安定度，我们的家人也共用到这些的什么保障平安喜乐的这个保障。说要不是开山的那个机缘，你们拿那么多钱来，我们也不需要说哦，我现在要建设这一个道观要改成佛教的方式，然后用什么样一个建材，要怎么一个维护，要怎么一个去建设，我也不需要这么多资金，没有这些资金需要我怎么开得了口呢？你们也会去验证啊，是不是？说我师父说的好，要不是这一段的开山的因缘啊，我也啊，我师父的师兄弟，我们称为师伯，一一介绍很多的这些护德、护持的功德主啊，不然我们一个小道场，怎么哪有经费来去建设这些啊？对我们来讲是能力所无法企及的。所以我师父他自己的修行也发出了愿力，而感召他的师兄弟，而带来了这么多的护持者，也是因为开山这段机缘，才会我们要跟大家来做劝募。而现在比较稳定的，我们也没有在做，而能够利用这个地方，把佛法里面的道理跟实际可以操作的，让大家去学习到，主要要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哪里起心动念之间去运用教给大家的祖师禅法。所以不要辜负自己这份的善根福报，要好好的把握，甚至要开创，才真的对得起自己的性灵跟佛跟众生十方佛没有任何的差距。所以很感恩啊，我们在古炉师父座下来成为弟子，这不知道是多生累劫所培来的福啊，才能够遇到正法啊，一个正法的团体里面的善知识谆谆的教诲，用骂力的方式还没有捶打了，只是在禅堂当中相伴的打，但是那个身心的煎熬你真实的投入才知道说哎呀苦不堪言，但值得。淬炼出我们的意志力，我们耐苦的能力，吃了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今天在车上听到我的师兄讲啊，哎呀，果炉师父的那一个棒喝啊，风行鹤唳啊，那个才叫你这么皮皮错啊。因为师父修行的道恨，还有他的威德的震慑力，确实是不一样，也是你怎么样，好徒弟，乖学生，把他的话真正的听进去了，你才会相应到说那个威慑斟酌你的身心，也是因为你愿意去做才相应到。
所以不主要是在于教的那个人，主因都是在自己。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何能在客观在这样一个旅客旅店当中诵《金刚经》，他一闻就能够悟解、体悟到、理解到诸法缘起的清净平等。说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啊。为什么能够 无住？空寂的法哪住着得来呢？但他又不单着在这个空寂法，而能够怎么样应变于上，叫生其心。而佛性的生其心，就无尽的慈心、悲心、愿力，能够源源不断开发，而来说明法性的空寂是有所这样的一个运用的不同处。所以谈到呢，六祖大师为什么一听就能够有这么深刻这样的一个体悟呢？而来说明一辈子一辈子我们所做的这些资粮是供不唐捐，而且说佛陀证悟的内涵是确实他体证过了，叫果仙人道。佛也从婆地反复跟我们一样是反复故意示现给我们看，说如此做你们一样可以达到生命的究竟圆满，但首先你要建立正知见，说你是未来佛，而且每一位都是未来佛，都是缘起法则，都是平等的、空寂的、清净圆满的。所以你知道的这些的道理叫知见，建立于你的心，来检验你的身形、口形、意形，表现什么？恭敬、尊重、感恩、报恩，所有的行为都如此去做，自然就泯除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所谓的分别、计较、妄想、执着、颠倒，而受用到生命彼此的和谐、圆满、自在。那要达成这样，要很多无量的这些的功德等待我们开发，无量的三昧啊，无量的解脱法门啊，读华严经咱们就知道跟佛学的格局有多大呀、多高啊、多远啊、多深啊。哪是现在我们在这些身心一些状况、疾病、痛苦在那边过来转去的呢？制造更多的生死的业力。所以知了要转变我们的心念而起而行，就果陆师父这里讲的，我们要经过种种的修行啊。所以把经书、把佛陀的教戒是因人而有，所以在元旦里头明白人证悟的人才有什么愚智小跟大的在懂种种的一切。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见自己的心性。有善知识他们把佛陀的教法真实体证一番，而在给我们印心的时候，我们叫依教奉行。不要按照你个人的说，这我都会啦，我也听过了。会的跟听过跟你实践见履出来的实际的身心表里一致唯你知哦，不要判瞒他人了，也不要欺自己哦。所以呢，以见心性体验到诸法实相的大的就是智人。所以刚才在讲诸法实相的法性空性，谈到自己的心性的佛性，而衍生出刚才说这些的道理，无非都是要当下承担自己要往成佛这条道路，人人都有份，也该如此去遵循、去践履，一辈子一辈子如此做，才真正的对得起自己的心灵。好，我们休息一下。愚人问于智人，谈到的问只是知道，说你知道了跟着实际做出来，中间呢还有很多的因缘等待你去怎么样努力。所以师父说啊，修正上还得
靠自己努力修行。所以智人向愚人说法，愚人自然心开意解，这时候呢，就与智人无分别了。所以你不要认为有一个智人跟愚人真实的一个差别存在哦。这时候，就像我们说，一念佛，相应到佛心跟己心没有差别的时候，那一念的心当下就是你的佛心的显发了。而如何在于因地上这个佛显发了，如何怎么样往果地上的佛成就，要怎么念念佛，当下都是念念的佛自己去承担去受用，而实际产生的什么相跟用，去真正的施展出你的手脚来。而我们就讲菩萨行，所以这里谈到哦，你那念相应到心开意解是什么？佛心、己心、众生心，都是缘起法当体空清净圆满，那就叫心开意解。这时候，愚人跟智人，你这样一个自己的错误的分别心说有差别，你这时候证悟到、体验到缘起法空寂清净，这时候就没有愚人、智人的对立了。智者对愚人说法，就像佛对众生说法，众生知道了以后要进一步修行，所以才有什么闻思修证。我们的好处因为人，你才能够听闻到佛的智慧，叫闻慧。也因为你有福报，你怎么有福报？你持戒，你布施，包括你做什么持戒里头就有孝顺父母、承事师长、照顾好儿女，我们一般讲的义务责任，你一一去什么各个责任义务的角色你都做好它，这就是持戒，就是培福啊。包括的禅定功夫都是培福哦。为什么？你心比较安定，不容易随着你过往的生命的习气不高兴就摆出一个脸色，说出那些不好听的话，你不会啊，因为你的禅定力让你能够安忍。之后呢，用智慧去照料，哎，为什么佛讲无我呀？无我是什么呢？现在我就觉得很愤恨不平，哪来无我呀？那祖师禅法就告诉你，无我就是标准答案，你不用再给答案。但是你要知道，我怎么跟他相应啊？让我心开意解嘛，就如此而已哦。所以也是方法。这个怀疑不是说佛证悟的不对，也不是怀疑你自己没有这个佛性，而是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到、受用到、证悟到。所以这里就在在处处告诉我们，我们是暂时不明白，叫做众生，叫凡夫，或叫愚人，不是打鱼的那个捕鱼的那个愚人啦，还不知道诸法实相是空寂清净圆满的，而自己就是在诸法实相，那就是什么？佛性就是空寂啊。空寂就充遍一切的法界啊，所以我们也是在法里面啊。所以这里谈到众生知道了以后要进一步修行，所以众生的智慧本来就具足。所以前面六祖大师不是说到吗？为什么要人来修行，然后对他说法会产生效用？因为人人都具有智慧，才听得懂，才能够听闻这个智慧。你接受了佛陀你讲的，哎，可以哦，我来检验检验，就用我的思维哦。你说的是真经不怕火炼吗？是真正的可以帮助世间，就是帮助我可以离苦得乐哦。
那你告诉我，就是放下你自我的中心的自私心、执着心，这样一个颠倒心放下的时候，哎，怎么觉得事情都有很大的空间呢？大家一个转圜的这个余地就越来越多了。哎，那真的耶，这样我这样根据这样的一个理则或叫做真理，而来放下这些错误的计较分别以后啊，哎。发现我一直修正，修正到后面啊，正道的智慧说，我本来就是如此的清净圆满嘛，啊，怎么以前呢，会认为一个真实的我，哎，去跟人家起冲突啊？所以你闻慧、思慧、修慧、正慧，就明白，说，就是我们做人，就因为有这个智慧。你才听得来，才能够去学习得到，才能够去修正错误的观念跟行为，才能够证悟到原本具足的智慧跟慈悲，还有种种一切的功德。所以谈到众生的智慧本来就具足，只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当我们知道以后，就可以达到跟智者一样的境地，心开悟解，与佛无二无别。虽然现在没有真实的印证到受用到的境界，但是要把它奉为圭稿，是真实的，每个人皆具足，你才能够奉行什么尊重恭敬。每天都在，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你以为在做什么啊？身边的一花一草，都是你要去称赞的。如来就是如真实的因缘和合法而生现起的这一个法啦，就叫如来啦。你以为如来是放在上面那一尊呐、啊，雕塑的铜尊的？你会对他一直拜，一直称赞？啊，对你旁边。活着的佛视而不见，他是我的冤家敌人，他跟我作对，我讨厌他，我跟他合不来，意见不一样，做法观方式也不一样。哦，真的哦，把那尊好大的佛啊，把你压死了，然后把眼睛心都蒙住了，活的这个佛在你身边，你都不会去尊重他，去恭敬他，去赞叹他。我们师父就骂我们，啊，你就会拜那个铜雕石刻的纸画的，拜的要死要活，说啊，你给我感应，我现在赶快开悟啊，我还消灾免难。屁！做出你心中的魔，哪是佛相应？佛是你的佛心，觉悟到，大家这辈子的因缘聚在一起多难得。我怎么会随着我的无明啊，认为有个真实的我受伤害啊，或跟我的想法不一致啊，然后你就起烦恼，就跟人家怎么样，身口意业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就产生，真是伤害自己啊。一个修行人不会被你损伤，所以佛也不因为说，哎，你赞叹他，礼拜他啊，佛就更加的厉害，佛就已经。好了，不用你来拜，来增加什么棺材，来让你来怎么来证悟他，来怎么样来肯定他，都不需要。既有你供养佛，是你肯定佛的教法，肯定佛的行为模范的慈悲，肯定佛的教法有用，说我愿意把我心中所想到的都是感受都是佛，说难听的叫赐给我们。是因为他的教导而展开了我们的正确的眼睛，说不好的行为不敢去造作而来伤人害己，说要么长了眼睛，佛的教法就给我们长了眼睛，什么样的善法帮助别人还没做的赶快做，做的赶快做更多一点，持续下去，说我心里所想的都是佛对我的所有的好，哪怕一点一滴那一句法句都在我心里酝酿发酵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心中所有好的我都会想去供养佛，就是要跟佛的所教导的一切不断的一直在心，所以我想到我一点点的好或自己的不好要改进，都会想到佛，所以我把我的一切都供养佛，
我师父说，你穿的买了一件衣服啊，或保养品啊、帽子什么的，都可以供养哎。为什么？你感恩图报，心里有佛才会供养。我们有菩萨，两位菩萨也真的对我超好的，我也都很惭愧。啊，法师，我回去哦，我带什么给你哦？啊，心里想，可不要张扬我的贪呐、啊，啊！我就说不要，我够用。哎，买什么给我吃？买什么给我用？可能法师太弱了，眼睛高度近视啊，身体还一直很累，要买很多补养营养品补的啊、哦，我觉得都好惭愧哦。真正的供养，法供养，就在你把佛陀听到的教理，我们师父教我们的祖师禅法或任何的修行法门，你真实的去体验实证它，才是真正的供养，这才叫做佛陀讲说法供养为最为尊，就是证悟自己的清净心，也就叫佛心。这时候你的心才叫真的心，就常真的真呐、啊，常相应到一切的缘起法，当体空，空故不会重复来，所以你要珍惜它，不要糟蹋它，爱护它，感恩它，敬重它，就是在保护它，就是你的慈悲在用，所以相应到一切的变化当中的空寂，所以呢，你会呢在执念之，在这个生命上呢，有自己的这些的脾气啊，不好的行为，你才会怎么样，一步一步觉察到，然后去改正它，然后相应到空性法是无我的。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被我的习气怎么样，能够叫它不再影响我，那你要修行啊，就把祖师禅法告诉你的起心动念当中都去起。这个疑的方法，无我，一切法都是无我。佛陀讲诸行无常的法印，第二法印诸法无我。我能够如此相应，在起心动念当中，随时做得了自己的主人，就是祖师禅的特色，就是汉传禅法里面的尊贵之处，在于禅法，随时做自己的主人翁是什么？慈悲智慧，而不是做什么烦恼的奴隶，造业的一个。机器是要培福众福，尽罪集资，这才叫法器道器，才叫做宝贵的人生。这个生命啊，这个身体啊，是用来修学证悟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啊，说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啊，他正在禅观修行，证悟到缘起无我。他说：“这样的见到法，才见到释迦佛，才是叫见佛。不是你们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啊、哦，佛陀啊、哦，你好啊、哦，佛陀，我来给你接驾了。”佛陀说：“以音声以色来求我，叫什么？非如来，叫做行魔道。”有所求，有所着相，都不是佛法。说我们的供养是什么？道义上的精进，肯定自己的慈心悲心，肯定自己的佛性，而不在活在自己的渴望当中。我什么时候可以才达得到那个愿望啊？我今天菩萨在问我，法师，我什么时候可以啊？我真想回你一句，你说当下你可以，为什么说不可以？可以是什么？来去自在，哪有个地方是叫做你希望那个才叫好，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叫不好？这叫什么？分别心对立，老师讲的什么二元对立。所以法供养就是证悟自己的清净心，就前面所讲的，有没有？你不见本性，不悟自己的本心，五祖祖师大德就说学法无益啊。说你本心本性就是什么？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当缘起和合的法，这个法是假有的，如幻的，是无我的，但是它有它的什么作用？就体相的相跟用，但是它的体是什么？
空寂。所以你不要认为啊，我永远可以掌握什么，永远可以不死不老不病，不可能呐。所以才叫法印，诸行无常，这个行就是有这个生命，有这个行为在造作，就有生有灭，来去种种一切都是什么无常变化。所以才故苦啊，苦的当中就因为空，所以你才知道这个空不是那个消极的空，或者说虚无断灭的空，它的空是什么？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呈现的法是无我，所以你无法掌控它。你要借助好多条件，你这个法你才能够生得起来，所以它就无常才怎么样？不可能永远不变。那你不觉得一直在变化当中，就很多的机会啦，可以呈现很多的这些呢千姿万变的这些的万法万象才能够开展出来，你不觉得多彩多姿吗？所以为什么要怕那个空啊？空是你在字义上错解认知，当你用功禅观的时候，真正的放下空去所有的分别计较执着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最什么富足的，最富有的，等量以心包太虚跟法界融在一块，然后呢智慧观照说法界这些境界也是空寂的，所以你不会贪恋在上面，着在上面，打破第一道的关卡，自己有个我相跟法界的一切的相，你没有这些的相的时候，是因为你禅定力，所以达到什么统一，就所有的境界跟你确实融合在一块哦，甚至你的身心就完全在这个法界当中。就像这老师这几天，包括我们师公师父都讲过，这个禅定的一心的进入到更深的前念后念的统一，前面还有什么时间空间，还有自己呢跟自己修行的法门一样一样的结合，就是什么泯除差别相啦，包括念佛都体验到啦。你念到一起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声音跟他的声音，因为完全你放下分别心，为何能够放？你一心一意在佛号上，就把心怎么样？把那种动乱、那种容易攀缘分别的心，一直把它怎么用佛号把它沉淀，就产生不了那个干扰的时候，那种分别好坏是非的二元对立的干扰，泯除掉了。所以这时候你在念或别人在念，包括环境的狗吠车声人声，包括风吹雨打那些声音在拍打，全部都是跟你所念的东西都结合，就把它吸进来。就像学员不是在分享，他说那时候的烦恼心，全部都他用功的无我，都是无我，就是如此。但这只是定力而已，不算什么。我们的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只是你们要把它开发，你觉得好奇妙哦，好伟大哦，好殊胜啊！结果呢，你就认为有个我去受用这个好伟大、好殊胜，也就在膨胀自我，我很了不起了，懂吗？错，无我。所以这时候说啊，在受用境界无我，那谁在受用这个境界的人无我？它是什么？所以在念佛。念到果陆师父最近我在听那个大陆的开示，他的佛的书本，没错，正念相继，不是说那个佛号一声接着一声不断清清楚楚，然后没有妄念杂想，身心清安，叫正念相继，错。我师父怎么说？正念相应到一切缘起法都是空寂的，所以你的心都是在这个认知上体验到，说任何的一切人生狗生，包括自己的佛号生，都没有这些差别相，都是缘起空寂，让你怎么样？不着在那个相的好坏，不贪恋在那个如粪败的鹰绕梁三日那样。而菩萨的修行说，法师我念佛了以后哦，那回去念而不念，自动念很正常，没有什么。但是他怎么样？他说那个声音好好听，但是我叫他停掉他没办法停，这就错误。因为你认为你有在念，你有那个受用的境界，所以你摊在上面，所以舍不下来。一作意，一切法都是空寂，清净圆满，空寂的。你只要想这个作意，就作意，特别想这个念想啊，
那个境界，什么绕梁三日如天籁，以前你没听过，声音马上就戛然而止，而且怎么样，你要它现起都可以，这叫心的功能啊，心性里头有一个用的功能，然后那个相就让你感受啊、哦，那个音乐啊，那个流转啊，还有宣说法义啊，那个都叫相哦，都得产生的出来，因为你的心统一集中，就能够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是不贪念在上面。这个就是你们要是修行没有听到一个善知识，亲自体验过来，你会曲解佛陀里面所教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藏，你真的要去看我师父的书，真的讲得很清楚。大陆正在整理这本，即将面世，针对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藏。果如师父最近呢，不是最近，前几年所讲，大陆的菩萨们很用功，把它整理成为一个15分钟的视频。他谈到正念相继的正念，念念相应于无我空性，你要这样的体验认知才叫正念相继。所以这时候正念相继都能够念念这样相应到空法空性法，所以你真就是一心不乱。所以这时候不是只有禅定了，这时候讲到大圣的这个法是定慧同时等持其用的，所以才会相应到这个无我啊，一切法是如幻的。所以这那时候的无我，你根本没有掌控，说我跟你的对立或怎么样，没有，念念都相应到这些声音，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打岔，没有任何的隔阂，任何的什么样一个对立都没有啊，因为智慧，智慧何能够产生作用？因为定心就是一心。所以你要老老实实的，那个老师教你们大声念佛，也要你大声高声。为什么？对治我们的妄念杂想还有习气。所以高声大声念的时候，把心能够由散乱到集中，你才知道你的心呢、啊、多厉害、啊，不可思议呀、啊！你都没开发，你这辈子没受用到，叫做什么？太可惜！哎，不是那个塔库西那个继承者叫太可惜哦。你真正你要去做哦，不然你真的是很冤枉啊！苍天啊，苍天啊，你喊破了也没用，要靠自己。真的、啊、哦，我那以前听的师父听懂，哎，这时候这就修行就知道相应到哇，师父真的是怎么去烧到我的痛痒处，就以前我走过那个地方在停止，哎，马上就什么一针见血啊，你就豁然。明白了，也证悟到，但是又再听的那种感受又不一样，哇！真的感恩师父，真的感恩感恩。所以你看，我们那些法子啊，看到师父从国外回来啊，不说二话，师父叩就拜下去，师父都一拜没有，要三拜，他们第二拜叩，第三拜叩。然后我们这个大兴法师是意大利籍的，一看到师父在机场也是叩师父，为什么？这才是在法上的精进用功，感恩师父这里，而不是说师父你好，你吃饱了没有？你身体好不好？怎样？好，所以这里说，啊，已经说到说完了哈，心开悟解，与佛无二无别哈。好，可以下课了，来回向。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